嘅开户或者家庭重要噶。我哋真系要时常感恩，珍惜天主嘅创造同埋爱我哋嘅家人。其实唔单止幼稚园呢个阶段要学习耶稣，我哋希望小朋友升上小学之后，同样教着信、望、爱，将幼稚园学到嘅真理、义德、爱德延续出去。我知道。